我理解的是，就是这个词换成了这个以后，我觉得唱药就是 以一种非常诚恳的，就是在讲述的那种感觉去，不是不能说是演唱，就好像在讲，很浓烈，或者是自己好像身在其中，没有。然后慢慢这个故事被你讲得越来越精彩，后面带着大家唱起来，这个感觉，在，对，好，对，我来试试，好啊，来吧，反正这种歌我觉得就是唱到一个最美好的时候就要停，就不适合死磕，对对对，死磕就完蛋，对，那我请他们准备，我们来吧，好，帮我叫马丁，这个给你拿进去吗？好的。衣服可以放旁边，谢谢。会冷？不会，它这里面没有开吗？再试一下呢。还是要拿一个布给它披着，我怕。用毛巾。毛巾啊，毛巾。臭毛。来喽，左边还是右边？我比较喜欢左边。的那个。好。很多事情啊。建议你可以这个打底，你上面再上这一个，好，会不会颜色深？不会，它是非常自然的裸色。好，这个比较好。我已经到公司了。现在来检唱，全是王老师。接受，静静安风海，接受。过来吃火锅，听到了我的歌。现在呢，我们要出发去，今天的任务是拍摄32例的 MV， 然后我们现在是去出门去发廊做头发。谢谢，坐一下，你要面子吗？
下来的表情。来三，开机，开始。现在拍了一会儿了，我们在放饭。音乐开机。完了，这支 MV 应该很好看，三十而立。走过三十，越来越恐慌。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。